是前排所有领导人以及安利伙伴，大家早上好。我姓年，过年的年，年海云，来自云南省昆明市，从事安利时间有10年的时间，真的可以说是从一无所有而到现在一有即有。关键的是我再也不要靠任何人去养活我，因为都不努力。可以养活自己。我为什么从事安利？我由于医疗事故导致终身残疾。羡慕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正常的人，你们比我更有条件。可是当我接触安利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前途，但是我怀疑我自己，我能吗？可是当我在怀疑的时候，我必须要求证，因为我给我自己尝试，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事业。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安利事业，它的公平打入了我的心，只要我肯学，只要我肯跟，只要肯做，我也一样跟任何人的平等。我真的要很感谢老师，我知道今天的晚上让我知道我会很努力，更加的努力，我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因为我一定要今年做滴滴。谢谢您。你看，您部门的领导人孙东也来看望您了。孙老师，祝贺你。恭喜您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谢谢。您也向我们成都的营销人员讲几句话吧。好的。安利事业的伙伴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好。今天我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一个躺在床上的，已经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无路可走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重残病人，能够在安利事业里边做到金章这个级别，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叫华言，华言，他的名字是哪两个字呢？华是化融化的化，延迟的延。其实今天大家看见华言先生能够做到这个业务会议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因为他在那龙椅上
它的除了脖子以上的部位可以活动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活动的。接下来，在这里呢，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安利公司给我给这么一个与大家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也是让我成长的机会，能跟大家在一起进行交流。在这里呢，我借大家的掌声向咱们安利公司表示感谢。其实大家可能您在五一或者在休闲的时候都可以出去玩，而大家知道吗，华岩今年已经是43岁了。在他43年漫长的人生经历中，他能够出门是特别少的。今天是华岩先生43年来为数不多的那么几次出门，我记得应该是第三次吧。嗯，大概是第三次出远门。第三次出远门，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你要去哪里真的很方便，坐一个车搭一个机翼就能到哪里。而对于华岩来说，他家住在长江路，到今天这个会场我相信不远的距离，但是对他来说就如是出远门。